新型的自由潜水活动，水流型风潮也吹到兰屿。不过，有族人发现，不少游客任意在海域从事潜水活动，危及船只海上作业。经族人反映，乡公所将严厉规范自由潜水活动海域，来确保族人海上作业安全。因为自由潜水它不是带氧气瓶，它是用憋气的，上来可能会，因为急促没有考虑到说它这个水面上有一些我们的船只过去哦，就可能会产生危险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乡整个岛上还没有划归安全的一个区域之前，我们是禁止他们做自由潜水这样的潜水活动。兰屿独特的自然景观、湛蓝的海洋都是游客前来游玩的原因之一。不过因为不了解兰屿文化，时常发生游客与在地族人的纷争。我很欢迎那个自潜的来兰屿玩，这些朋友有些不固定区域，有些是航道，然后包括他对海边的认知潜场是不是很熟悉。像有的族人在飞机后的狩猎，包括他在渔场打鱼，有些会被自潜的朋友打扰，然后其实像这种还蛮困扰的。你要局限这种东西的话，其实应该可能顶多在港口附近，就是船进出港的地方，你其他地方要有所限制的话，会有点牵强。根据兰屿乡公所表示，自由潜水规范案已报请台东县府核备完毕，并择期公告实施。有线新闻，小马尼达胜台东兰屿采访报道。